那过一阵，没有，大家先开始。嗯，没有闪，好吧。现在才开始闪，对，开始。嗯，手又可以松一紧一个呢。看右边的缆车好不好坐？感觉是大的，这是比较高的。而且我发现它三个缆车不是两个，三个。好，先去这个看起来比较容易到，然后上去下来之后去排那个。这排好长哦。警告大姐，有很多人去滑这里的外面，因为超松超窄。哎，是在排队吗？对啊，大排队啊！天哪，这比较没有排啊，很热门哎、欸。今天超松啊，他们一定很高兴。吓吓大家，这里可以了。嗯，前面已经是平货梯。还没热身呢。哪里？左边。这个？那边好看。是哦。他们都站在门口，很臭啊。这里骑这种车车的人特多哎。再踢一下，再踢一下。你就可以拍一张照。嗯，忘了拍。我刚刚在考虑要不要先坐最左边。哦，随便啊。因为那边比较低。目前为止摸不出来沟壑已经变湿，只有一滴小水。好，那先坐最左边。
天，也没人爬。日台也没人爬啊。是啊。大家都要去很高很高的地方。玩松雪。好，走吧。做一次的哦，八只柱子应该很低吧？嗯，很低很低，只有左边这一道而已。而且带会滑不回去，不会哈？有一点，带速度冲过来，啊，很好。哎，我看，我看，看我这边。哦，这边不会是阿兵哥吧？是，刚。又是阿兵哥哦！刚刚我们下去之前，我就看到两个阿兵哥。他们不会要穿那种铁的绑起来的吧？是吗？是不是啊？哦，我的雪镜上被滴水了，被什么滴呢？你的安全帽，我刚刚说要帮你擦，你就说不要啊。没关系，要雪镜而已。那我的安全帽现在湿了吗？没有，我刚好擦过它。嗯嗯嗯。哎、这可是，这也是阿兵哥吗？是啊。穿这样的阿兵哥，这可是很正规的滑法呢、很厉害的阿兵哥，小转、很厉害的阿兵哥，这是很标准的，这也很标准的。你看那个脚就像个七，啊不，机七七的七这样，左弯右弯，小转这样，对。那个人在。穿雪板，好，首先滑了最短的这个雪道，这是什么？那个、那个合法树林。可以体会一下树林。是另外雪道还是合法树林？是雪道，但是你要蹭一下出来也是可以的。嗯，下午一吃饱就来开始做基本树林练习吧。哦，哦，那现在是滑一道之后去坐隔壁缆车，怎么很多人都从右边来？对啊，嗯，这样还要加速。嗯，这个粉可以吃，这个也可以，这个感觉很更好，就是一道就行了，而且很少人用过。这个人还在挣扎中，他觉得这样抖一抖，他才可以穿吗？其实还是没办法穿，因为。他鞋子太脏了，对，他没有扣踹下面的那个，他没有那个药力，所以他一定踩不进去。还有就是他的板子还没翘起来的，对，是翘起来的。这里也可以蹭，下午来蹭。不是现在滑下来了吗？那你试试看。先检查进场。
好像还好没去除一次，你要进去了。我觉得你需要用手腕的安全帽上刷一下，不然你会一直滴水，一直滴水。我跟你讲，对对对，往后刷。好，就现在是到你的帽子沿。谢谢，到我的手。还好不会很冷。那两个棒棒是怎样？是滑雪的路口吗？你要进去吗？你说啊，直接滑就好，你进去看看。是很危险吗？不是啊，那个坡度不危险。你要跟他讲吗？他穿得上去吗？不行，我无法具体的描述。小心！啊，是的。不止呢，是的。哎，要跟他讲吗？你有办法讲吗？啊，你要做给他看。すいません、不止呢，是的。こうやって。もっともっと この下もっともっともっとあ、ちょっと感じてきた。摩托，哎，他这里是，嗨嗨嗨嗨，摩托摩托摩托，到底好了没啊？没有，你要跟他讲后面那边，后面吗？哎，讲中文，讲半天，后面脚跟用力踹，你脚跟也你要这样子踹这边，前面那个地方，血吗？后面对，踹，对你都积了，所以你穿不上去。那个雪板稍微往这边倾斜一点摆，重摆一次。那你先飞走，先踩右脚，再踩左脚。右脚，右脚先对，你先三下脚先，然后你要也是要踢你的脚底跟前端。先三下脚，对，右脚先踢，我踢踢踢一下。因为你现在鞋底很多，所以要把它踢掉。你们常来吗？没有，你们是高深吗？专业吗？没有。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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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第二个缆车还是最高的？对啊，对啊，第二个应该是直接走可以啊。对，直接
气也是很好。是压到，我靠，我鞋子直接被弄破。我觉得应该是香港人吧，搞不清楚。但是他追问我们是什么样子的身份，好像也还好，是要聊一聊吗？没有啊，就你们常来嘛。对啊，常不常来，好像也还好。是教练吗？他刚不是说啊，是教练，可不可以现在报名？啊，不是教练，结果啊，因为他看起来也很困扰，在那么浅。那我平的地方都穿不上，还到高的地方怎么穿上去？嗯。刚那种斜度，你还记得怎么用把滑下来？就狂刹就好了啊！你说转弯带转弯吗？不用带转弯，直直下。那就停下来了，怎么会？还是下的，八直直下，这个棒棒。你跟着滑的话，会有一种快要变馒头的感觉。来滑，这很不走，应该很还好吧？没有，速度快起来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受控，你可能会很倒，有可能。真的。变粗了。完了，我的裤子会湿哦。嗯，我这里是水。那我弄一下，来。你也是。都是啊，今天要一整天就要搞这个了。明天呢，会好一点吗？我在想要怎么办？难道要把GoPro放进冰箱里吗？什么东西啊？不是啊，我是说明天。放车上就够了，车上就够了。但是又要充他电了，所以也不能这么干。你看，要哦，这是小孩子都要压那么低。是小孩子才能玩吗？大人的重力会不会顶不住？那个钩，你就非得用那个。哦，这个是看起来比较厉害。一样啊，他们都是比较矮的。到八而已。嗯，所以这条好像是最长的吗？还是那条？隔壁才是最长，我盖子才是最长。嗯，裤子凉冰冰的感觉。再试试。他在干嘛？他在玩，但他每一个人都撞，是故意的吗？有可能。是啊，老师规定他要撞吗？可是他有速度上的要求。嗯，那今天滑起来可能也很慢，所以没有觉得头冷或是脸冷。没有。但是我的雪镜已经湿湿雾雾了。我没有到雾，但是外表是湿的。看我这边，看的牌子是说是他们专用，可能哦，那里有个牌子，那就没办法，还是说那个。我决定要做一件事，干嘛？我要把GoPro往雪里蹭个几下。不要，旁边有洞会弄。没洞的位部分。我们的雪镜也是一样的状况。这里开始有点风了，左侧脸颊有风是好事，协助降温。我们的全身装备就雪镜跟包括需要降温。我裤子都湿了，我恨冷，我恨冷。棒棒还好，你看。因为它是橡胶吧，不容易导热。然后铁棒的部分会融化，因为它容易导热。
但是铁棒应该冷得快，变物了呢。我猜是一堆外国人往中雪冲。嗯，我记得上来一边是黑，一边是红。黑的部分可能只是没压雪。你看，嗯，是它的叫声呢。是啊，你以为是缆车哦、喔？不像是麻雀呢。哦，好。不过有的野生动物叫声会被人类影响而改变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都听一些声音。对啊，有曾经有的，我在电视上看到有的是说，电话声，很吃哦，其实很吃哦。然后还有的，还有人养的九冠鸟，它会唱。晚上，又学会 iPhone 的电话声。对，然后雪场附近还听到过一种鸟是，那什么哒哒哒哒是什么？你没听过吗？没有，那什么声？勾破产教官接收。要接收。哎，这里也是自卫队啊。比较强的，比较不强的自卫队。右转是红还是左转是红啊？看他有没有指标。走进去。这里啊，好松好松的。就蹭个两下。我觉得雪道上就已经是乱七八糟了。就很松，但是不要这么低温，不要那么高温呐、啊，再冷一点，不要融化在我身上。我这还好、啊，你比较厚吧，我薄啊。哎、欸，飙车，它压很低也没关系。对，其实他们这样就像在滑，就是 speedball 往下。那其实那个滑法是对的吗？它不是有车头吗？嗯，其实是车头朝向你要的方向，然后后面做刹车。嗯，但是刚刚那个人是整个压车。好了，也没有对错，只是这个人喜欢用边滑行。对对。到底往哪边？只能右转。异响。他说不可以去。哎呦！分两半，哪里？左半是乱，右半是不乱，还是怎样？对，你要怎样？不知道。还要什么？嗯？好、啊。好、啊。镜头检查。湿的、啊。我刚还帮他擦过了。嗯。我刚讲要做的事，我也忘了做。要在比较陡一点的坡才能做那件事，打我的高坡。你要帮我擦吗？我刚不是擦了。你刚没有摸，你刚过来看，然后我没有看到你摸。你不帮我擦哦、喔？我跟着你，然后你又不帮我擦。你刚没有摸啊？你真的没有摸啊？你的环境是的。嗯，好，要去哪里弄？我要查五个。嗯，哪里有比较深的地方？
我没有阻挠到他们吗？好，没有。解释铲雪的感觉吗？嗯。好像可以。这里感觉够雪，进行加工手术。这雪很多。对。其实我现在摸它就觉得它还蛮多的，还不够冰、啊、小心冻冻啊！我觉得只会沾一堆湿起来。来，你看。对啊，只会讲啊，没有什么好处。没有，接着他们两个温度会谈话，然后接着用我不带温度的手去打掉它，结冰状态，然后有点像结冰，最后再把它抹干，就完成。对，等一下弄你那一颗，我先开我。啊，不要用手摸，又让它上手，顺便上手。又凉快。比较不冷啊，我要小心，不能用手指摸它。啊，这样手很不精确呢。啊，偷摸一下，放进来。啊，有太阳出来的感觉。我觉得我好像站错地方了，人家自卫队要飞过来，我不是。没有了。好的，我的好的。啊！踩到我自己的拔，老鼠的。我去你下面。嗯、啊，拔下来就好了。你要来我下面干嘛？因为我刚卡到板子。嗯。好，等换我先开。我要插线。线在哪？我的帽子那边好湿啊。看，我们挡住老师，我们去前面一点点啦。我们去前面一点点。是前面还是下面？前面一点点。外面关。